喜欢小昭，给小昭送个心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我不信，我直播间里全部是说这种话的人，是不是？一句话就不会说，天天去说八百遍。叫等待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什么打针？什么打针嘛？我又没有生病，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呢？欢迎孤独哥，挺不好意思。我没有跟榜上大哥约会，不信你们问嘛，不信你们问榜上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去约会啊，对不对？我长得又这么黑，榜上大哥也不会喜欢我这样的。你们不信，你们去问榜上大哥，我有没有跟他去约会吗？一会儿说我打针，一会儿去约会，那我到底是去打针了还是去约会了呢？谢谢油腻男，咱们给挂红包的哥哥也点点关注，哥几本对喜欢小昭，不要送小昭大礼物，就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好。我虽然说我没有文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的全部是真的。黑驴约了，我没有约。天天改直播点，我明天就十一点播了，早上十一点了。今天我只是这个场地，我就是今天上午找工作了，所以说这个点有时间。等到明天我就十一点钟播了。那牛魔王呢？他是上午播的。这是什么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去，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呢？什么真不真的？你们对不对？我是来自河南一个农村小女孩，你们可以问问我家里种的什么农产品啊？我们家里是种小麦的，是种玉米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说的什么高级什么，我不太懂，老是说这些话。黑驴，我你要是爱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叫我叫黑驴了。榜上大哥给挂红包的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红包，咱们参与一下红包，哥姐们。对，喜欢小昭给小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可以，不要送小昭大礼物。老师给我起花名有意思没有啊？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老是给我起各种各样的花名给我呢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跟别人起花名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我并不觉得你们很幽默，天天起花名给我。咱们给送星星的哥姐们也点点关注。不要叫黑蛋了，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呢？就不怕冷了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对，喜欢小昭给小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可以，不要送小昭大礼物。送大礼物的话，你们也破费了。我就想知道，我这边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洗澡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洗澡？为什么我都搞不懂？我直播为什么天天要逼我去洗澡呢？我有20岁吗？我今年22了。
不洗澡又不挡吃不挡喝的，为什么老是逼我去洗澡呢？一天天的，其他话就不会讲了，天天逼我去洗澡。还说我天天，说我天天就这一套，我也是无语了。今天风刮得这么大，老是叫黑驴。老是叫黑驴，我长得有点像谢大脚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哪里像谢大脚了？我的脚才三十七码的鞋，我哪里像谢大脚了？那个人把话说清楚。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呢？一句话都不夸，哥姐们，我真的像谢大脚吗？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小昭送个心心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。我不信我直播间里老是说这种话、说那些话的，是不是啊？其他话就不会说了。不穿了吧，好碍事。我们。就是干活的时候穿太厚的衣服的话，就会很那什么，就会不方便。所以说，刚刚有风就穿了，现在还脱了。喜欢小昭，给小昭送个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。你们再说我像谢大脚，谢我孤独哥。谢谢法哥，不要送小昭大礼物，哥姐们喜欢小昭就送一颗心心点点赞就好了，送大礼物的话你们也破费了。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在这瞎说胡咧咧的。我都搞不懂你为什么每次非要都要找刺激，非要胡咧咧的，根本就没有的事情非要咧咧，非要胡咧咧干什么呢？不要送小昭大啤酒，哥姐们就喜欢小昭就送一个小心点赞就可以，帮小昭一人点十下赞好不好？对着小昭的耳朵、鼻子啊、眼睛啊，一人点个十下赞，帮小昭点，先破个十万点赞吧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，我来广东是来找工作了。我前几天在老家，很多人都说我，哎呀，说你怎么不出去找工作，天天在家里，然后就出来找工作了。找的都不太合适，有的工资太低了，有的干活时间太长了，一下干十几个小时，又有的下完班让我去给他打扫卫生，对不对？我找了这几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咱们给挂红包的哥哥姐姐们也点点关注，对喜欢小人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偷鸡啊，怎么老是说我是偷鸡呢？我是买的好不好？我是买的，我怎么会偷人家鸡呢？像谢大脚，我都搞不懂了，你们怎么老看一些奇奇古怪的东西呢？这脚很大吗？啊？
我发现你们怎么老是看这些小癖好干什么？其他的你们都不看，我考级你们不看考级，你非要看我这看我那。今天人也不多，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为什么老是黑我？为什么老是胡咧咧呢？你们都不会说点实话吗？天天说大大的坏良心，你们心良心不痛吗？几千人看你不害羞吗？我不害羞，欢迎卓爵，我不害羞。喜欢小赵哥姐们给小赵送个心点赞，我看有多少人喜欢。我不信所有人直播间里的人全部是胡咧咧的，是不是？其他话就不会讲了，天天胡咧咧。你们再说我是谢大脚，我就把鞋扔到河沟里被水给冲跑，我也不穿了，我还穿鞋干什么？对不对？老是瞎说这种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开美颜是因为我想做一个真实的人，不管是美还是丑，我想让你们知道我黑就是黑了，对不对？别省得就到时候你们就是如果说我走在街上，你们看到粉丝有哥哥看到我的话，哎，说这个小赵明明这么黑非要开这么白，我也不想那样，对不对？那黑就是黑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不挡吃不挡喝的，天天嫌弃我黑。我是来自河南哥姐们，今年22岁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吃法，哥姐们，就是用炭火烤鸡，我觉得很正常啊。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我爸爸妈妈出门打工，我们都是小孩子去生火堆，然后在这烤东西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你们没有见过，不代表他没有。天天说我是野人呢，要么就嫌弃我黑，说我是野人呢。你们是不是得不到我，得不到我就说这种话呢？咱们给榜上哥也点个，对，喜欢小赵给小赵，我想知道直播间2300人有多少人喜欢我，不要送小赵大礼，我就送一个小心心，好不好？我看有多少人，我不信我直播间里全部是说这种话的，全部是嫌弃我黑吗？你们是如果说就没有人真的喜欢小赵就嫌弃我黑的，那我就那什么，那我就把全身裹上面粉，好不好？你们也不要说我黑了，你们希望我裹上面粉吗？去直播吗？对不对？我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又怎么了吗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对不对？你们嫌弃我黑，那总有人喜欢我这样的。这只是公鸡还是母鸡？你们猜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猜一下是公鸡还是母鸡？这个鸡要小火慢慢的烤，就用炭火慢慢的去烤，把它烤熟，然后放到锅上面去蒸就可以了。谢谢卓爵，喜欢昭昭的给昭昭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可以了，送大礼物的话你们也破费了。你喜欢吃公鸡还是吃母鸡？我喜欢吃公鸡，公鸡的话鸡冠比较大，肉比较多，母鸡的话鸡冠就很小，这只是母鸡。我是没有文化，我只知道，对不对？喜欢吃大个的。
你们不要嘲笑小昭啊，是你们问我喜欢是公鸡还是母鸡。我是河南人，农村孩子，我小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东西就会挑一个大的，因为我觉得公鸡，我喜欢吃公鸡的原因是它这个鸡冠，同样的价钱它鸡冠就很大，大的话就可以多吃两口，这小母鸡鸡冠很小的话，你就跟看就没有肉。你们不要嫌弃小昭，没有出息，没有办法，家里穷。我们家里一般买东西都会买一些死掉的，就是鸡啊，我们买鸡啊，什么鱼啊，都是不买新鲜的，就买死掉的，还有一些苹果啊，就买一些，不太新鲜的，因为我家里就从小比较穷。对，喜欢昭昭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可以，你们不要嘲笑小昭哈，我给大家挂个福袋，咱们参与一下，参与一下，喜欢小昭，对着小昭比着耳朵眼睛，一人点十下赞，好不好？是母鸡，这是母鸡啊。公鸡的话，鸡冠很大，你看这个鸡也不小了，对不对？它是公鸡的话，鸡冠应该比这个大。你看这个很小的是母鸡啊。这是我们这边特色吃法，哥姐们，欢迎你们走进我的直播间。我们就是炭火，就是慢慢的把它给烤熟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很正常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，说我是野人，因为我从小我都说了，我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谢我孤独哥。从小我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然后呢，我们小孩子就饿了，就会生个小火堆，烤玉米啊、番薯啊，什么都可以的，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说我是小野驴。那我要是野驴的话，那我爷爷奶奶、我爸、我妈、我弟，我们全家吃饭是不是野人开会呢？啊，那你们还没有见我们冬天的时候，村里面就杀猪的话，就围一群人在那吃猪，对不对？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付出习惯，你们不要老是说我是野驴，你们说我是野驴，我多伤心啊！我给大家挂一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对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就给昭昭送个小心，一点点赞就可以，不用收大礼物。我就想知道。我直播间里有多少人是喜欢小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说这种话的。我是老江湖，我承认我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没有点江湖，对不对？被别人给骗了怎么办？我出来打工，我17岁出来打工了，我都骗别人说，我说我今年22，我都说我结过婚了。对不对？那没有点心眼的话，那在外面被别人骗，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会担心啊？我就这么点心眼，对不对？我教你们一些什么生活社会小常识，我知道。你让我学唱歌跳舞，我真的不会。觉得我说的对的话，哥姐们给小昭送个心心，点点赞，不用送大礼物。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。难道会一点这样生存小技能也是一种错吗？也是心眼很多吗？真的，你们不知道，农村小孩就没有上过大学，就早早出来打工，一定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你17岁，别人嫌觉得你年龄小，就会万一欺负你，有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17岁出来打工的时候，我都跟别人说，我说我20多了，我都生过孩子了，我是这样去说过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嘛？老是嫌弃我这嫌弃我那的，说我心眼多。你们都不懂我，谢谢红尘，喜欢昭昭一人送一颗小心，点点赞给小昭就可以了，不用送小昭大礼物。妈呀，我的点赞快破多少了，我的点赞马上快10万了，这么厉害！哇，天哪，我是不是上热门了？直播间里3000人了吗？我是上热门了吗？是不是什么地方的人都能看得见我啊？你们是不是新进来的哥哥姐们，从热门新进来，能不能给小昭送个星星？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我大舅在东北那块，是不是也有东北的哥哥姐姐们？是不是还有国外的？是不是有做生意的？做家具的？是不是开店的呀？是不是都有啊？
在我直播间里啊，哇，这么多人看我，是不是成功人士也在看我？那是不是明星也能刷得到我呀？妈呀，这么多从热门进来的哥姐吗？这么多人送我星星，欢迎力哥。你们有没有东北的？有没有东北？有没有我们河南老乡呀？3000个人应该有我们河南老乡吧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大导演啊、明星啊？我直播间里有没有？我特别喜欢新疆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新疆。还有新疆人看我吗？欢迎力哥，不要让我去洗，我给大家挂一个福袋。妈呀，这么多哥姐们，虽然说我没有多少钱，我是出来找个工作的，找厂子还没有找到，但我给大家新进来这么多朋友，我给大家挂了一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我出来找工作了，但是不行，我之前在家里直播的时候，别人都说你怎么不出去打工呢，然后把我给说的，我就出来打工了，但是工作又不好找。快过年了，要么就压你一个月的工资，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要么就是下班了让我去给他打扫卫生。所以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我来广东这好几天了，那我是回家还是还要继续找呢？哥姐们，你们帮我想想主意啊。谢谢主角我点赞。还好我不是很冷，虽然说今天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有点冷，但是我从小我就冬天就帮着我家里夏天干活啊，穿得太厚的话又不方便干活，所以说穿少一点的话就方便干活。可能就养成了也不是很怕冷的习惯吧，我真的不是很冷，不要担心啊哥姐们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冷的话我会穿衣服的哈。对，这是我们这边特色吃法，就是用火，用炭火慢慢的佛山冷的哆嗦了。现在 C 哥不扛揍啊， C 哥别冻感冒了，卓娟，我不冷，我真的不冷，因为我跟你们学一下吧，我们冬天的时候，假如说这是个铲子吧，我们冬天要把地就是这样就要干活去搂地，你们知道吧，就是要穿的薄一点，穿的厚一点的话，你下地干活的话就不方便，又干的又慢。所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帮我家里，我家种了10几亩地，我就帮我家里去干活，穿的太厚的话就干活很慢又不方便，所以说可能就从小就养成的习惯，我到现在我都不是很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你们一定要多保暖，哥姐们，我是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，我是出来找工作了，我之前在家里面找了几天工作，经常打工，哎呀，没找到合适的。我给大家挂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哈。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送一颗小心点赞就可以，不用送我大礼物，不用送大礼物，就送一颗小心，帮昭昭点点免费赞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感谢关注，感谢给小小点关注的每个哥姐们，谢谢你们。不要再让我去洗澡了，我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讲，很多人你们可能就看不懂，说一进来这个小姑娘的直播间里，怎么这么多人让她去洗澡啊？搞不明白是不是啊，哥姐们？就是因为，我跟他们说我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跳舞，那他们说你就唠唠嗑吧，我就唠唠嗑，我说我一个冬天一个礼拜洗一次澡，他们就像蝙蝠变异了一样。天天逼我去洗澡，说了好几个月了，哥姐们，你们习惯就好了。天天就逼我去洗澡，我们冬天河南这么冷，一个礼拜洗一次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
就从那开始天天逼我去洗澡。不要再叫黑驴了。也没有不讲卫生啊。谢谢宋萌萌，你这短袖哪来的？短袖穿了好几年了，洗不掉了，这是油啊，这是油，就是好像机油放上去了，就洗不掉了。穿了好几年了，这个短袖，你们不要笑话我。这我洗不掉了，好像是机油什么鬼啊。喜欢昭昭给昭昭送一个小心点赞就可以，我给大家挂福袋，哥姐们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旁边有个老头一直在看我直播。啊，我直播间里人今天怎么这么少啊？怎么才4万啊？哦，我直播间里还有粉丝在我附近是不是啊？你要过来找我吗？我粉丝怎么这么？哪个地方都有我的粉丝呀。没办法，哥姐们，啊，现在走了。就是我在外面的话，就是已经养成就是保护自己的习惯了。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块儿，就别人看我的话，我就还是防备一点比较好，是不是？从小养成的习惯，我17岁就出来打工了，我都。会把我自己年龄说得很大，然后别人又看我还是说一下，对吧？吹吹牛还是好的，是不是？要万一你等到你下播的时候把你给掳走怎么办？我就说我附近的有粉丝要过来找我啊，或者说哦我直播间里很多人啊，他就不敢了。我是个大主播，他就不敢这样了。现在走了，现在走了。这是我们这边的做法，我觉得很正常的一只烤鸡啊，你们怎么老是说我是野人呢？我之前进厂打工的时候，我明明才17岁，我就跟别人说我20多了，还生过俩孩子，对不对？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，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，你看很多车啊这边。给小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就好，不要送小昭大礼物。娃机灵的很，这是没办法，哥姐们，哎呀，你们不知道17岁的小女孩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我出来打工，17岁就出来了，现在对不对？社会一些小经验，我还是会的，懂得是怎么去保护自己，是不是？那很多人都说你又不会才艺，不会唱歌，但是我虽然说不会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会，一些社会小常识，我可以教给你们，是不是？火都没有，这是炭火啊，哥，这是炭火烤的。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妈呀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我天哪，我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？今天是不是有明星在我直播间里？是不是大美女、大帅哥啊？老板啊，职场精英啊，是不是都在我直播间里啊？3000多人什么概念啊，哥姐们，什么概念？说
呀，这么多人新进，从新进来，从热门新进来，哥能不能给小赵送个星星呀？我想知道知道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官方爸爸还在推荐我吗？我要截个屏，我要截个屏回家让我奶奶看，让我奶奶给看看。谢谢贝拉哥，不用送小的大礼物，猫猫贴贴就送给小赵一颗小心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，哥姐们。帮赵赵一人点十下赞，点个戳戳我鼻子啊、耳朵、眼睛啊，对，一人点个十下，帮赵赵点点免费的赞，送一颗小心就很开心了。我没有二十八，怎么老是说我二十八岁呢？这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哥姐们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做法，叫烤鸡，叫火燎鸡。火熏鸡，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柴火又是农村比较多，小孩子饿了就自己生个火堆就做饭，从小就习惯了，这我们那边的风俗，我们村里面的风俗。谢谢十六树哥，感谢七哥，好久不见七哥，你不要再说村长了。我在家里面的时候，就因为我家里穷，谢谢贝拉哥，你们老是说我跟村长好上，对不对？那我出来广东了，你们又说我来广东找黑人，我都不知道广东黑人多，都是听你们说的，怎么老是瞎说呢？谢谢贝拉哥，咱们给榜上哥哥一点点关注，喜欢张张给找到，对，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了。怎么不烤？这是炭火烤的，哥姐们，是炭火。什么大针啊？我又没有生病，怎么老是说这些话呢？我打一针你们就开心了是不是？我又没生病。熏眼睛。你竟然叫我哥，哦，是姐姐啊，不好意思，咱们给前榜上点点关注，咱给贝拉小姐姐点点关注，给我前榜上点点关注。黑孩子、黑鸭、黑娃，这个叫，你怎么这样去说我呢？啊？哥姐们，我就是这些黑我老是误解我了，我只跟青壮年犟嘴儿。我刚刚看，哦，那个是个阿姨说我是黑妹儿，哦，可以，阿姨可以说我，我不反驳。但是这些青壮年老是说我是黑驴，为什么老是这样瞎说呢？下雨了，我让你们看看广东的草吧，我好像没有见过世面一样，这广东的草我还以为是别人种的香蕉树呢，这是草啊，我第一次知道啊，我这竟然是草，我觉得广东好像原始森林一样的感觉，你们看我们那边的草就很矮就很小，就要么就很细，这边的草长得我还以为是香蕉树呢，这么大枝。给你们喝，我的妈，我让你们看看这广东的草有多大吧，我的妈呀，这是草啊，哥姐们，你们不要笑话我，我真没见过世面。我今天才知道这是。
怎么给挂红包的哥哥也点点关注哥姐们。嘲笑我啊！谢谢，不宜抽抽，不用送给小大，我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给昭昭送颗小心点赞就可以了，不用送小昭大礼物，送大礼物的话就别破费了。我在广东中山，我来进厂找工作来了。谢谢送的比心。有一个工作我找了好几个工作，有个可以，有个时间就上八个小时的班，八个小时的班，然后呢一个礼拜休息一天，就是他让我做完上完班去给他打扫卫生，你们觉得我去还是不去呢？待遇什么都挺好的。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说这些话呢？这是我们这边特色做法，就用小火把这烤鸡把烤熟就可以了，烤熟然后蘸酱吃。你就是给我一包那个辣椒面什么辣椒酱，我就直接蘸着鸡，就是不带调料的就能把它给吃完，就这种。妈呀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天爷啊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怎么那么模糊啊？你这不下雨，下了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我是来自河南，我是河南妹儿。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欢迎天哥啊！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从热门新进来的哥姐们，给小昭送个心好不好？妈呀，官方推了我这么久吗？今天温差导致模糊啊，小妹是吗？妈呀，我看我点赞多少？我点赞16万了，马上快20万了，天！对，悬着一人点我的鼻子。欢迎夜光哥，夜光哥你是不是送过礼物给我？一人点十下赞，点点我的鼻子耳朵眼睛，点个十下赞。感谢给小昭点关注每个哥姐们，谢谢你们。跑三亚烤鸡了，这不是三亚，这是在广东啊。我只是比较不是怕冷，所以说穿的就很少。怎么说话呢？这个叫这个山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？怎么老是乱瞎说？瞎说这些话干什么嘞？袜子多久没洗了？我袜子2天吧，2天没洗了。因为我来这边打工，我就拿了2双袜子，但是呢。这2天下雨，袜子干得很慢。我租的那个房子又没有洗衣机，那双晾了2天还没有干，所以说这双我就穿了2天了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我没有说给撒谎什么之类的，真的穿了2天了，可能是有点脏。
不要，你们不要嫌弃我，人都有急的时候，对吧？都有条件不允许的时候，穿两天短袖多久没洗了？这个短袖上面是一些机油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弄上油了，然后丢掉的话，哎，还没有丢掉，就一直穿了。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。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，不要老是盯着我衣服看。村长送的不舍得丢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说话呢？村长送给我一个小汉叉，我就跟他好上了是吗？你们每次都会这样去瞎说，为什么老是胡咧咧呢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说实话，非要说我这些造谣呢？村长要真送给我一个短袖，手都别想摸我的。我虽然说家里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也不至于一碗胡辣汤一碗什么就哄不走了，对不对？太容易得到的他也不会珍惜的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谢强子，强子不用给我送了。对，喜欢昭昭的给昭昭送一条小心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。给昭昭点点赞，送个心心，帮小昭破个20万点赞好不好？妈呀，就马上就一点点就快20万了。还有很多人都说小妹儿你不用上班了，你嫁给我吧，或者嫁给我儿子吧，什么鬼什么鬼的，问我彩礼是多少钱。我也不能直接跟你们说彩礼是多少钱，我要是说少的话，你们觉得我不值钱，就对我不是很好。我要是说多的话，就说你家这么穷又没有文化还要这么多彩礼，对不对？我不好说的呀，哥哥姐们，我说多了说少了都不行，所以说要你们去说。彩礼10块以上，这个叫 K8 的，你拿着10块钱出门左拐，买一包胶卷，把你嘴给粘上，我就值10块钱吗？啊？怎么老是说这种话呢？哇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啊，是不是啊？从热门新进来的哥姐们。我的天哪，咱们给送星星的哥哥姐们也点点关注，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吧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理糙，我话糙理不糙。你说我彩礼是值1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你出门左拐买一包10块钱的胶卷，把嘴给拉上，给粘上。老是说这么过分的话干什么呢？就算我奶奶再找一个，也不值10块钱吧。哦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就再说又跑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名。我的天哪，我现在还在热门吗？我的妈呀，我现在是不是啊，你们是不是
从这么新进来的哥姐们，从新进来的热门上哥姐们给小赵送个心好吗？送我的就不用送了，我想知道知道官方爸爸推了我多久。感谢谢 K 八，谢谢 K 八，都没火了，下面有火是慢慢熏的，这火是慢慢的。不要再让我去洗澡了吗？起码两万打底，秦哥哥，这个叫秦哥哥，你拿着两万块钱买两头牛吧，好吧。你们为什么老是胡咧咧呢？我是来自河南，哥姐们，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2岁。我真的不冷啊，哥姐们，你们不要担心我冷不冷了。我说了，新进来哥姐们，我从小，我家是河南那边，天气也比较冷，从小的话就跟着家里人去干活。放寒假暑假都会去地里干活什么之类的，就干活的话冬天你穿太厚的话是不是干活就不方便了，而且干活是越干越热，所以说我就不那什么，我们就穿的很少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觉得很冷，我觉得不是很冷。欢迎范哥，我觉得你们别担心我哈。搞个大点的福袋，嗯，我看看还有没有。我给你们挂吧，有哥哥姐姐们让我挂个福袋，好，我挂一个。你们不要嫌弃挂的小啊。好了。我给大家挂了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。也是啊，直播间里这么多人，我也是啊，应该是挂个福袋。我待会儿再给大家挂一个，再挂一个，好吧？也是这么多人，就好比来我家做客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不能抠搜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第一次不用送个小大礼，我就送一个小心心，点点赞给小昭就可以了。对，不用送小昭大礼物。对，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。我是烤鸡，我是在户外烤鸡啊，哥姐们，就用火把它给熏着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哥姐们，我让你们看看吧，这边是用炭火熏的，你看这颜色特别好看，并没有像你们想象的，就是烤鸡必须就烤成跟黑炭一样，并不是啊。你们看，这烤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好看？是金黄色的，就慢慢的把它给烤就可以了。我叫小昭，今年22岁，哥姐们来自河南，咱们给送星星的点赞的哥姐们也都点点关注哈。几个月没洗澡了，我前几天还在洗。
我给大家挂个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猜一下福袋。我没有结婚，怎么老是说我结婚了呢？我没有结婚，我还要挣钱跟我弟弟娶媳妇儿呢。也没有人敢娶我，我家欠了一堆债，我家房子还没有盖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有打算结婚，也没有跟谁相好，你们就不要老是进我直播间说我跟这个相好，跟那个相好，是没有的事，哥姐们。我是单身。对，喜欢昭昭的也给昭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哈。我快五点钟下播嘛。嗯，这谁送的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是不我卓绝啊？怎么给我榜上哥哥点点关注？谢谢油腻男 CJ 哥，谢谢你。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送颗小心，点点赞就可以了，不用送小的大礼物哈。也给 K 八点点，别黑我了 K 八。说我值，我快下播了，怎么还上人了呢？我要五点钟下播了，还上人了。谢谢范哥，你们要是真的是嫌弃我黑的话，哥姐们，那我就那什么，那我就擦点面粉，可不可以？那长得黑有什么办法吗？是不是？我擦点面粉，好吧，不要再嫌弃我黑了呢。还有孤独的，快下播了，还上人了。你好像十五六岁的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长得很显小，所以说我在外面的话，我十七岁的时候更显小啊，哥姐们。我十七岁出来打工的时候，长得就像十二三的，就是很显小，然后就故意把年龄说得很大，我就故意说，嗯，我二十多了，生过小孩了，那样的话别人就不敢，就不欺负我了，就是我的防狼小技巧。咱们给榜上哥喜欢昭昭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，哥姐们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这谁送的？谢辉，谢辉哥送的贴贴。佛山冷死了，东山冷不冷？佛山跟中山洗衣一样的，但是可能现在的人我看都穿小棉袄了，但是我也不冷呀，我老家很冷，都是零下几度，现在都没有零下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冷。再说在老家的话，这么冷的天，我也穿一个干活的时候，我也穿一个毛衣什么之类的，可能从小就是干活，干习惯了，就不是很冷。谢谢 K 八，来给榜上哥也点点关注吧。谢谢鸡宝哥，对，喜欢昭昭哥姐们给昭昭送个小心心就可以。我现在也没打 PK， 你们送我大礼物是不是破费了？这么耐抗，这么扛啊，这么耐扛啊，这么耐扛。嗯、啊，因为我学校吧，我小的时候我们没说就从小干活，因为要犁地嘛，就种新的庄稼，就这样天天就把地弄松啊，就这样。要么就是哎呀这样挖呀这样整啊之类的。所以说也不是很冷，我习惯了。
对，咱们给送礼物的哥姐们也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对，我给大家挂了福袋，哥姐们，咱们参与一下福袋。这地方安全吗？安全吧。我就直播不戴口罩，平常我都戴口罩的，他们也看不出来我长什么样。再说我平常也很黑，长得也丑，一般他不会打我的主意的。谢谢 H， 咱们给送礼物的哥哥也点点关注了，点点关注吧，哥姐们也破费了。荒野求生，像吗？我要快下播了，天快黑了。对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吧。感谢送给小昭所有礼物的哥姐们，这是炭火烤的呀，哥姐们是炭火。现实版的荒野求生，我们河南，我们村里面的习俗真的很像荒野求生吗？真的很像野人吗？那我过年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我们过年怎么杀猪的，就把那个猪就用火杀掉之后，用火。火倒勺火把它给烧着，然后那个皮就烧熟了，然后就把那个皮给拿下来，然后蘸酱吃，然后全村的人都围到一头猪的面前在那吃。到时候让你们看到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我们是村里面都是野人开会啊？只要你们不说，等到我回家的话，我让你们看看我们那边是怎么过年的，好不好？我怕你们老是说我，我就不敢了。我们帮你点到40万吧，点不到了。现在才25万不到，能点不到40万的。对，帮小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哥姐们。试，我不太相信我自己。谢谢我孤独哥，孤独哥你送的是小黄鸭吗？我想上个厕所，憋不住了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广东这边上厕所是真的挺好的，你们看这草长得像树一样，都这么高，随便蹲哪一块。我一看你，谢谢我四爷哥啊，那么喜欢我，谢谢你。对，喜欢昭昭给昭昭一人点10下赞好不好？我想我也一人点个10下赞，哥姐们对着我的鼻子、耳朵、眼睛，一人点个10下赞，嗯。看看能不能点多少，能不能先破个30万？破个30万。我没有痔疮，怎么老是瞎说这些话呢？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，跟女孩子相亲的时候，也问女孩子说你有没有疮？对不对？那有又怎么了嘛？有又不挡吃不挡喝的，老是问这么透的话干什么嘞？就算有，对不对？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，为什么把话说的这么透呢？难道你们相亲的时候就先问人家有没有疮？那你单身吗？你我虽然说没有文化，对不对？我这么一个大老粗的小妹儿，我都知道这些话，对不对？怎么这样说呢？
我取这么快，30万啊，这么快啊！对，喜欢昭昭哥姐们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我真的是没有文化，我说话都是比较直接啊，我比较直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。下次我说委婉一点，痔疮的学名叫什么？下次咱们不要说这样了，太粗鲁了，是不是啊？下次说长痘了，好吧？下次说长痘了，不要再说这么粗鲁了。咱们谢谢 C 哥，这什么帽子吗？行吧，感谢关注我，我都快下播了，还上人了。感谢给小昭送星星点赞的每个哥姐们，谢谢你们。叫马应龙，痔疮的学名叫马应龙吗？我不知道。反正你们不要再说那两个字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小女孩的直播间，我老是问我这些话，我怎么回答你们？哦，就说屁股溃疡什么，腚溃疡，这个行不行？起个，咱们要起个学名，不要老是说这些话，就说腚溃疡行不行？哥，可不可以？找我可以啊。啊，你好，你玩 PK 吗？也快下播了，你说玩什么吧？做体力活吧，你们两个。就是。20个深蹲，可以啊。啊，那我做20个，你俩能各做10个吗？我一个人做20个，他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做，我不能做那个小姐姐。他做2个都做不了。行，那我闭麦了，做这个吗？啊，好，闭麦吧。好，对面找我，不接的话是不是也不太礼貌？是不是？谢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。不要再说窗子俩字了，都起花名了。我起了叫定什么？定溃疡。不要再说些什么之类的。怎么老是在我直播间一个小女生直播间老是说这些话嘞？哥姐们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给小昭也送颗星星，点点赞。妈呀，这什么礼物？天爷，天王，感谢 C 瑞哥，我没想到还会有大哥喜欢我，谢我卓绝。哥姐们，咱们有没有喜欢小昭的？一人送颗小心，好不好？马上快有加成了，咱们把加成先给拿下。加成拿下，礼物会翻倍的，那个分数会翻倍的。咱们给我榜上哥哥也点点关注吧，哥姐。我去，哥姐们，咱们还差60个人，咱们把加成拿一拿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一人送个小心，咱们把加成给拿下，就待会儿就好赢了。天哪！感谢谢谢谢谢你们，也谢我范哥哦，刚刚是范哥给我送的，是不是？刚刚没看见，咱们给我榜上哥，也谢我孤独哥，给榜上哥也都点点关注啊。对面也上了，对面会不会偷塔啊？一直不止，谢谢谢谢你们给我送的星星，还有就这样，就这么。
对面不会偷塔吧？对面。有加成了，哥姐们，咱们再拿一波加成，哥姐们，喜欢昭昭的哥姐们，送一颗小心心，感谢我周觉，把加成拿一拿，就送一颗小心心。C 哥是你吗？谢谢我 C 瑞哥，感谢 C 瑞哥。感谢千纸鹤哥哥，谢道哥。我天呀，对面是不是会要偷塔？对面怎么还上了呢？感谢给小人送星星每个哥，你们谢谢闪耀哥送猫猫贴贴，谢谢。感谢道哥，谢谢道哥。对面可能要偷塔，对面可能要偷塔。这谁送的跑车？怎么不显示呢？哦，是我孤独哥，谢谢我孤独哥。对面可能要偷塔，对面可能要偷塔，还就十秒钟。你们大哥保守个。是你吗 ，Siri 哥？是你吗？我的天哪！感谢我孤独哥，谢我 Siri 哥，谢我范哥，感谢我孤独哥的樱花保时捷，谢谢，我赢了。还是这些单身美女是才能行。随随便便，随随便便，随随便整两个，他都有。比你两口子唱一下午的歌都强。谢谢，随便一把 PK。这就是现实。哎，来，来把美开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下次你也一个人直播了啊！好，下次再不是。哎呦，失心疯，怎么这样说话呢？这叫失心疯的。哎，怎么那么过分、啊？四、五、六，哪个在说你？我来，叫我来打他。你就，我直播间里的人，给我起外号，什么痔疮招？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好，好辛苦了，你大哥牛逼，真的好，牙带哈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赢了，赢了，竟然赢了，能不能不要再说那俩字了？我不喜欢那俩字，我不喜欢那俩。你们相亲约会也这样说这些话吗？嗯，不要再说那俩字了。感谢我孤独哥，谢谢我范哥。这两天见我让你穿这么丑，我不冷啊，我不冷的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这个主播好像上次找我了，正好。不要再说那俩字了，怎么老是瞎说这些话呢？能不能不要叫小黑驴了？你干什么？干嘛？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没有找你啊！你刚刚没找我吗？刚刚人家带节奏，带什么节奏啊？说眼里打理过来。你头发包的啥？怎么把打理过来好不好？啊？怎么把头发包成那样了？就更不喜欢你了，你来我家。我为什么要去你家？你来我家。我不去，你
你为什么要去你家？去打一把是吧？来我家。我去你家干什么？你把头发光。来我家住，来我家洗衣服，帮我做饭。我去你家洗衣服，你做梦吧你！你都追了我几个月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手都没拉上，还要追我？怎么不死心呢？我要追你，把你请回家。你娶我，我给你买项链。好多人，好多人说你那个项链是我买的。我戴的项链是你买的，你做梦吧你！对，很多人说是我买的，怎么办？你追了我几个月了？我追了你差不多三四个月了。胡说。年底，领个证好不好？可拉倒吧，我不喜欢。我确实很喜欢你的，赵赵。喜欢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？对，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因为都说了，我带这么多人，因为你个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的。因为我要一个孩子，帮我生个孩子。我为什么要跟你生孩子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天天跟我表白，天天跟我表白的，我就算跟他在一起，我三天我也偷九次婚。下雨了，不跟他玩。我在等明人家做惩罚，做完惩罚咱们再说。我关注你一下。哦，我也关注你一下，有机会再玩吧。我要下播。啊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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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吗，强子？对，在一起，是，在一起。我都说了，你那个头也不梳的，你怎么不梳头呢你？好好，要口红吗？要口红吗？什么鬼、啊？要包包吗？是啊，你帮我洗衣服吧。我为什么要帮你洗衣服？过来，你说。天气太冷了，你们广东好天气。也冷了，只不过我耐冻。玩点什么？你输的话，你就说我是癞蛤蟆。你在地下，你这样学癞蛤蟆，说我是癞蛤蟆，我配不上小张。输了给我拜堂成亲。我输了给你拜堂。啊！谁给你的勇气？我给你拜堂，咱俩配吗？我给我的自己的，你是我的媳妇。我怎么是你媳妇了？你是我媳妇，哎，这是地名，你是我媳妇。我兄弟好多人，我两位是老婆，他们差不多是。我是你老婆，你做梦吧。那你输了，我军训你。你是我媳妇。我输了，我军训你。你非要让我给你拜堂吗？你，我输了干嘛？你输了，我军训你，军训你。我给你买戒指嘛。我不要你戒指。你当党袖不能吗？你玩什么？输了让我给你拜堂是不是？啊。谁给你的勇气？我给我自己的。不要挂脸上，配得上我吗？宝贝，大宝贝，输了我跟你拜堂，你输了，我军训你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。可以，宝宝，闭麦呀！等一下。把雪橇压过去，一水，这是拜堂成亲了。他非要让我跟他拜堂成亲，天天说那什么，天天跟我表白，天天跟我表白。之前是这么个回事，之前一直追我，追了我几个月了，我不同意。每次打 PK 都让我跟他拜堂，今天我看他这么牛，我看他说我要军训他，无底线的军训他。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一天天的。我为什么要宠着他？我就算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生三个孩子，那两个半都是隔壁老王，
都是隔壁老王的。我要是跟他在一起，我3天我偷9次婚。哥姐们，这把能不能众筹一下？最后一把 PK，哥姐们，不要让这武大郎给得手了，哥姐们。咱们小心先走，有没有救救我？谢谢我道哥，你看他那个嘴，哥姐们你们看嘛，让他多了一点票，你看他嘚瑟，他那个嘴就立马就撅，你再撅强子，再撅，一起来，更可以吗？更啊！感谢道哥，谢谢道哥。咱们给榜上哥也点点关注，哥姐们，最后一把 PK 有没有大哥帮帮我？哎，嘉诚哥姐们，咱们嘉诚到了，一人送个小心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咱们把嘉诚给拿下，哥姐们，咱们把嘉诚拿一拿。哇天呐 ，Siri 哥是你吗 ？Siri 哥还差66人，怎么把嘉诚给拿下？让我跟他拜堂。他是这个对面这个男主播是小黑粉帮我找的，还说他们就说那什么，说一个主播很适合你，很帅，跟你很配。我说是吗？然后这个主播正好连我，一看他对我一见钟情，跟我表白了几个月。不管你是怎么整，他一直那什么。一直跟我表白不死心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他给打服。我都说了，我就算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生3个小孩，2个半都是隔壁老王的。我说你还愿意吗？他说他愿意。你说说。我说我偷腥，他也愿意。还有25人，哥姐们，咱们一个人小心，咱们把嘉诚给拿一拿。咱这个钱跑的，我不信，没人喜欢我。一起来，更胜一筹。还学我台词啊？没人，我不信没人喜欢我。真的是，不跟他拜了。今天天晚了，快天黑了。为什么要跟他拜堂？我上次跟他拜过，拜完之后又打个离婚的。我跟他离了，他又说我跟他没有离，跟他打做什么？他又不老实。哥姐们喜欢昭昭，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。哇天呀，这把 PK 之后，能不能点赞破个40万？马上快破40万！哥姐们，一人对着小昭鼻子、耳朵、眼睛，一人点10下赞，好不好？马上快40万点赞了。咱们有信心的哥姐们，咱们再走一步，小心给昭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，打对面武大郎，打对面大郎，给他戴个绿帽子，哎，可以，下次让他戴个绿帽子。我天哪！还差20000就40万点赞了，天爷我！谁跟他很配啊？也不是摸啥呢，你看看他那手，我不喜欢他。还有就10秒钟，哥姐。宝贝，有没有让你见？没有。让你见。到哪？别蹦了，你别蹦了，你说我看，这个是你吗？是我吗？那。别放了，别放了。说嘛。你那什么吧？你打我怎么打？打你那么懵啊？让你天天虎咧咧跟我表白。我喜欢你，那你嫁给我吧。你怎么老是这样虎咧咧？你这样一说，别人都说我很配，就老是给我找老头。我们很配，我们每次都很配，我们顶配，天天配。谁跟你天天配？我和你吗？现在立马那什么，学蛤蟆。
你说我是癞蛤蟆，你说我癞，我是癞蛤蟆，我配不上你的。呱两声，再呱两声。哦，好。你呱呱，我是癞蛤蟆。呱呱呱呱呱。我说你呱不是，你说呱。你呱。啊。呱。呱呱呱呱，不是呱，是呱。呱呱呱。是呱。呱。呱。还在干什么？是呱。不是我，我是瓜，好的，干，瓜，瓜，瓜，是我是癞蛤蟆，瓜，我是癞蛤蟆，我肺不能小张，是不是？我是癞蛤蟆，我喜欢小张。你这个狐臭味，那提一提。站好，你站好，你先站好。干什么你？把你那红秋裤往上提提，我不想看。我裤子掉了。宝宝，还要干嘛？跑什么跑啊你？宝宝，你不远吗？你现在快速的跑步，说我咬烂别人的皮鞋两三双，说。我听不到，那边有车。你说，我咬烂别人的皮鞋两三双，我是大老鼠啊。啊哈。我玩别人的 PK 养三分钟，我玩别人的 PK 养三分钟。我说，你说你是老鼠，我玩别人的 PK 养三分钟。我玩别人的 PK 养三分钟。不是 PK。我玩别人的 PK 养三分钟。皮鞋，是咬烂别人的皮鞋，啊、不是 PK。PK。皮鞋。啊，不是 PK 吗？我咬烂别人的皮鞋两三双。我咬烂别人的 PK 两三分钟。我咬烂别人的 PK 两三分钟。皮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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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皮鞋，不是 PK 吗？皮鞋，皮鞋。我听不懂。我咬烂别人的皮鞋两三双。我玩别人的 PK 两三分钟，是不是？呸呸，气死我！你听不懂吗？螃蟹，螃蟹是不是？螃蟹，皮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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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玩别人的皮鞋，皮鞋两三分钟，是不是？皮鞋，下把手机一定调低了，老是听不到。我没的皮鞋两三分钟。哎，算了，你把头发那什么，把头发抓成个鸡窝，我们就走了，这个简单吧？好，搞不起来。弄成个鸡窝，可以了，就立起来，就这鸡窝。可以了，走了。宝宝。宝宝，你退下吧。宝宝，气死我了！对，我说让他，他是，我就让他说，我说你说你是老鼠，咬烂别人皮鞋两三双，就这么难吗？他说我给别人打是 PK 什么两三分钟，谁跟他是绝配啊 ？K 八，我要下播了，哥姐们，咱们给我榜上哥也点点关注。也谢谢给小赵送礼物点赞的每个哥姐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要下播了啊！没给小赵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哈，我倒数五个数，谢谢你们！强子声音太大了，老是听不懂我讲话，就这还追我呢！我领他出去跟别人吵架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对不对？又不能打架，那总要吵两句过把嘴瘾嘛！我领他出去，人家都骂了我祖宗了，那强子还在说你，我不喜欢。哥姐们，给我点点关注哈，我下播了，拜拜！谢谢我榜一大哥 Siri， 谢谢我卓爵，也谢谢 K 八，拜拜！给我点点关注哈，倒数五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拜拜。